生意比旗下方金球奖的爱卡乐，也同时间系继续累积能量。隔个两年推出的新专辑《他乡情好》，自从九点前团团圆，也摆出所谓旗下的新的做法，除了邀请学习诗人杨一雄来写歌词，并用金歌来讲农白客家族群，牵涉到各个蔬菜、上经验等的歌唱，还特意摆团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分隔两天来教金歌，各有节奏感。听听下钻石，就该创作的全国是恐龙。一个现代建筑当中有严格的传统元素，在我还有的该贴片的是一定结合的曲目，设计的一个风格最暗的图。庙方做闹年会游街，大肆表演，冲跳为现场，加添了同乐的气氛。莫名到，两面做的做出按贴片的温床商品。在客家传统节庆当中，冲跳困难度的快嘴寺，立下有人工工作站，做出了个展览。当客家英雄结合风日，同时美乐基地的歌曲《大寺》有关系。本安尼客家传统嘅乐诶艺术嘅部分，做咧商品化，每本客家都系因为地两件事情，两件啊传统嘅技艺吼，喺许多安东都有意思。爱卡乐爱卡乐乐团推出听众专辑，其中特意拍照墙马来西亚 YouTube 才阿伯合唱，展开跨国合作，用三人用 rap 唱，喊人家叫只绕滚风，喊弹得到客家嘅歌谣。台灯歌老招魂天日露桥下，本传统歌曲有新的容貌，分隔两天的休两天，老蔡阿伯第三年度推翻，第三年度马来西亚，用三年桥下来表演，做出新奇的 MV。这首歌是一个以电吉他为主的一个编曲为主，那它是一个跨国的合作，那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见面。对，如果大家如果有看到 MV 的话，那其实我们人都没有见面，然后录音也都没有见面，因为疫情的关系。两年前俺又去马来西亚开片去，又加口腔去上课哈，所以又认识了他，所以俺知道该片的客家文化，老你的客家文化又叫莫强用啊。所以当作个火花做的，从说包括包含了伊个逆念个部分，嘿，河婆客。老爱卡乐又今年合作今年个有名制作人苏通达，又一摆个机会，地多自家个客家戏码，是某天的机会，全力去做客家个音乐，专辑个名额是万座他乡亲合，就老几个心情又动情个关系。不然那么多年来一直做，就想说，就是我其实没有，就觉得我没有客家血统，那我这么拼命的在做客家音乐，那一直觉得说好像有点不踏实。一直到今年，我就我可以很骄傲说，我是客家人，我做客家音乐。对阿群做音乐界盼来讲，高色高出莫强容诶，基调思想本客家音乐未做得动力嘅。今年俊我行到世界每只国头，难受死，用你嘅吉他唱歌，记录下个居民俊我呢深刻地嘅老祖公，飘中过海，东亚卖家，上京落单，俩团居民嘅歌。两年推出听众专辑，挑摆一流系好轻快的音乐，主唱休两天，李白有了新的创作风格，加添了大量传统客家元素，展现传统老现代都有的特色。作品每准备为变更曲奖。客家新闻，你把卷签名台北报道。